一句话叫做市场就是对话。我觉得我对很多中小企业培训的，我会跟他们讲，你们要看到的是你利用微博你能够和你多少潜在用户群去对话，你能够和你原来的这些用户，你能够把多少用户，包括一些活跃的用户，还有一些沉在互联网上他不说话的这些用户，怎么把他们的激情调动起来，来参与到你的对话当中。从交易到交往，传统社会的经济行为体现为交易，那未来社会的经济行为呢，其实是体现为交往。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字之差呢，中文的一字之差呢，就表明了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心态的变革。Social media marketing 它的核心是在于，就像刚才齐老师说的，它的核心是在于我们要在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个平等有效的这种对话的机制。我把自己用这种整合营销的方式推红了之后，我的生命价值为 X， 这个 X 就是未知数，可能会很可观，我希望能够很可观。而最后我所用的成本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说到这些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震惊，而且也觉得就是很有意思。比如说他在比如说人人或者开心里面，他有官方账号，在微博里面他有官方账号，他这官方账号他有考量，比如说他粉丝有多少，他每发一个帖子有多少，这种现在都有一定的工具可以评估。对，他可以评估他的这个价值，包括就是新浪微博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评估你自己值多少钱。